有了吗？我猜这是什么毛病啊？不是，他这个直播从头算的吗？为什么0:00开始了？我的工时啊，我的工时，前面的没有了。我看到了，谢谢言语。
我戳到一半，弹幕都变成大问号，然后说卡了，就说明我把时光带回去了。
现在上阵了。每个都像你这么想，我永远都不可能有300斤，好吗？幸好你聪明，谢谢 Love 喵的支持。我再来一遍，从慢的慢慢到快的。我给自己剪了个刘海。
是谢谢，改个名吧，谢谢蛋蛋。
身体。这里面离谱，我放回来。有些道具做熟了，真的可以一边讲话一边做的。马维斯不行，这离谱！我的提督加房管进入到我直播间，正好听到我认真做。跟大家聊声音的时候发了一句欣赏不来。那你平时看我直播干什么来着？离谱的音频是因为我唱歌好听上传的吗？差不多了。也只是聪明的老笨拙的老人是一对吗？刚才见到的。谢谢蛋蛋。我跟你们讲，趁现在佛爷不在直播间，我还好讲。不是佛爷老说什么在这里看妹妹，在那里看什么刺激的一笔吗？然后有一天我特地去看了一下他的关注列表，看完之后我沉默了一下。这个 B 的关注列表正常的一笔，我关注列表里面妹妹都比他多。他关注列表里有连跳舞的那几个都是认认真真在跳舞，粉丝不多，但是认真努力的。对，喜欢宅舞，然后真的，然后平时在直播间说话嘶吼的一批，什么那个，对，这里妹妹跳的怎么样了？那里怎么样了？我那天他说完之后，我在想有多嘶吼嘛，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关注列表，我人晕了，就是比他还干净的关注列表不多了，我只能这么说。
效果。好心痛啊。谢谢母亲慈祥，平时这时候都是八九万了。直接跟我来了一句什么？
是当中休息了一年半，不然他三年弄哭我三次，他五年的弄哭我五次。说的跟十年多
胖丁会脱毛，我特别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话，我就会咬它的。胖丁就是，还好我养的不是斯芬克斯，不然身上肯定都是牙印。这个弹幕我要念出来，我要念上一点。不，我们只是觉得配得上你的人太少了。
说你们不放我兄弟出来，我也不说话了，把我跟我兄弟一起关了吧。不放他出来，我也不说话，我跟他一起被关了。谢谢仙三人石有云。对，我被关起来18秒钟，弹幕就忍不住了。接下来我勉为其难的
的说两句，谢谢 PISJ。
我兄弟出来没有，房管里面有我的内奸呢。我们把这个话题绕开，不要再针对这个讨论，我的内奸就可以方便下手去偷偷把我兄弟放出来。我走出来了，太好了。你们绝对猜不到我房管里我内奸是谁。说话了一下，耳朵上都是芦荟胶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、有声音了，有声音了。好了，你个戏精，别装了，你们。视线裂开，我脑袋裂开，一样裂开。哎，那我应该100万了。我还是70万分，那没事。我前面话说到哪？说到，啊，聪明的话一定是老方是青青说的，对吧？你这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？怎么说得出来的？聪明的话。那一定是老方。我都不知道这句话怎么说得出来的。哦，一定不是。对对。喜欢都在这儿吗？因为我，对，我一直能 get 到。
到你们的需求，弹幕只说了一句要热气，我就懂了。来，给你们来热的，有点害羞。Thank you.
我牙不是一直都露着吗？我嘴又关不上。这么离谱，要求真的。我看别的主播直播都没有那么难的。
是那种软软的双马尾穿条小裙子，坐在椅子上，对，等着哥哥们给他的。我也选择干那种啊，我心里也明白啊。那肯定啊，那我这种情况我一概批给，肯定是我这儿的人出去，然后那边的人不会过来啊。
只有我不正常，有这种有这种恶趣味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对我们几个都有，就昨天啊，昨天还是前天，好，那时候3点钟吧。你们有，所以我问一下，我之前一直都以为就是只有男的会这样做，但是我也会这样做。就是淘宝有一些那种不是皇冠的，不是那种皇冠的店家，就那种小店家，关了也不心疼的那种。然后他们对那种买情趣内衣的店，我收藏了10几个。那种小店，谢谢经济海里没有风，他们会找一些对就很身材很难顶的女模特，然后拍一些尺度非常大的图。然后我会每过一段时间，对，买倒是不买，就光看。哎，怎么讲？我也在白嫖。就每过一段时间过去看看，哎，最近有什么新的衣服啊？后来时间久了，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那种情趣服或者是睡衣，根本不是拿来买的，就是拿来看广告的。我一直不好意思说。然后对，但是前两天在群里面一聊，发现不止我有这个，他们都收藏了很多。我直播间还有小哥，还有几妹是这样的吗？那种大的淘宝店，谢谢。
有四分钟的话，我们就无人声了。我先停一下手中的活。是那种，就是我现在闭上眼睛，我自己捏自己，就觉得捏到哪都能捏到肉的，很烦躁。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还可以，然后吃过一顿饭之后就捏捏自己肚子可以。差不多这种，不是常年有一整块腹肌，但是吃完饭之后就会有，也是肉长在自己身上踏实。我耳朵等一下都无人认识了，谢谢了，聪明的了。
又没有弹幕，然后就很对。他那时候送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真的有感觉，你们可能不相信我说的，我就感觉好像要出东西了，然后我以为会出什么战鼓，然后我正好在想，他海涛就出来了。你们看看主播的直觉，谢谢谢谢燕姐，你们没有这个感觉吗？海岛是相当于520，对，然后超级战舰相当于1314，谢谢希望。不是算卦是什么鬼？不是算卦，是刚刚真的，因为那一下子忽然之间没有弹幕，我每次都感觉自己要出错。说一下，刚刚我做的动作是，因为弹幕已经有2-3个人问我说上传有什么福利吗？谢谢王川还有梁子，然后我说上传可以加。
直播间的小可爱是在那个吗？是在推荐我去嫖其他男阿伯吗？那么离谱吗？这也可以嫖吗？被人家的粉丝知道了会不会来揍我？有这种操作的吗？
因此呢，就有很多很多恐怖的故事传闻在这种学校里面。你备注一下你的 B 站的 ID， 房管会放你进去。位于高雄的一个小学，是一所校史相当长久的学校。要不要听啊？现在看数码萌萌，有一排厕所，有一排厕所，坐落在校区的最后方。坐落在校区的最后方，除了二年级的小朋友外，没有其他年级的师生可以用那个厕所。然后呢，它总是弥漫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息。在第三间厕所，当你走进那个厕所间，走到第三个格子，你会发现它一直都是锁着的。主播是四川的吗？不是，四川话说的好吧，我用四川话再说一遍，就是你往哪个厕所走过去，第三间那个门，这好像不是四川话吧？对对对，一直都是锁上的。谢谢甘肃妈妈，把我四川话牛的一批。一天下午，一个高年级的男生急着上大号，正好每间厕所里面都有人，他实在是忍不了了，就用力地拉开第三间的门。说也奇怪，平常怎么拉也拉不开的门，但是今天怎么都一下子拉开了。管他呢，反正都很急嘛，赶紧解决完再说，让他松口气，想大喊一声痛快的时候。为什么有人上完厕所会大喊一声痛快？你们会吗？你们会在便秘十天之后就噗噗完之后就大喊一声痛快？没人这么做吧，假的一批。好，正当他松口气想大喊一声痛快的时候，底下突然有一种冰冷的感觉，他往下一看，天哪，一只干枯的手从下面伸出来。我给你们比划一下，这样你们会有代入感，就更恐怖了。一只干枯的手从下面伸了出来，他大叫一声，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刀，往那个手上划了一刀。冰雪，我没想到有点恶心的。等一下，就是说他目前就说那个厕所间的第三格一直都是不打开的，然后呢有一个高年级的男生进去急着上厕所，然后呢他发现那个地方那个门一拉就开了，然后他上完厕所之后呢觉得很爽快，忽然他觉得下体一凉，他往下一看，是一只干枯的手伸上来，然后他情急之下拿出了一把小刀往干枯的手上一划。然后马上他就冲了出去，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踏进那个厕所间一步。过了很久呢，这件事情渐渐在那位高年级男生的脑海里淡忘了。有一天，他与三五个好朋友在那排厕所附近的篮球场打球，一个往反方向的球竟然转了个身飞进了厕所里。这真的是恐怖故事吗？就是他们在打球，有一个球飞出去，忽然之间掉转头就往厕所里飞了过去，然后同学怪他，刚那
时都是有特效的，老老婆婆。然后呢，他看到一个，对，老婆婆拿着那个球从厕所间走了出来，他小跑步到那老婆婆那儿想拿回那个球。好奇怪，老婆婆的脸始终没有抬起来过，但是她手背上的刀痕吸引住了她的目光。她的手背上有一条划痕，只见老婆婆，然后她就问她说：“老婆婆，老婆婆，为什么你的手上有刀痕啊？”老婆婆。形象都没有。只见老婆婆缓缓地抬起头来，张大眼睛瞪着她，干笑两声，说：“是你哥的呀，你忘了吗？”说完就张牙舞爪地向他扑了过去。今天就讲到这儿吧，就这。还有人要听下一个鬼故事吗？没有的话我就先溜了，我又想吃那个生菜包肉了，连吃两天应该不会胖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还有人要听吗？问你们，我他妈脑子有病呢。最后一个，这真的是最后一个了。这个讲完，我好饿，再多说一个我就是狗，好吗？你们不会想让我当狗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最后一个啊。十分，那他
生意这么红火起来的，他一天最多只能满足10个客人。当老子没做过生意是吧？不重要。我卡在这儿了。但他每天呢都是限量时分，谁来了也没有多的。这可苦了我啊，这是第一视角。这可苦了我这个贪吃鬼的。有时候去晚了就没有鸡爪了。那一天啊，我是睡都睡不着，就为了那一碗鸡爪。但呢这说出去都没有什么意思。而且啊，那个老板还有个怪毛病，他厨房周围都是用黑布罩着的，黑色的布挡着那个厨房。没有人明白他是怎么做的菜。而且呢最奇怪的是，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像就是他去进货鸡爪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进货。他的餐馆附近也没有鸡啊，所以他的原料是怎么来的呢？有点饿，谢谢，拜了拜了。那天啊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悄悄地躲到了他的屋顶上，掀开了屋顶瓦片的一个角，心想：我如果学到那个龟儿子怎么做那鸡爪，以后我就自己做，让你老师不卖给我。然后呢，我从那个细缝里面看到了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情景。我看到那是，等一下，道具。道具跟上故事不能干巴巴的讲，等一下我找个道具。对，目前为止说到的是他爬到房顶上。哎，算了，我没找到手，那就用个脚代替吧。我那个小手没找到，我们用个脚代替吧。鸡爪反正一样的，那个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看到了一只手，是人类的手，而且还是在人身上的手，就还长在人身上，但是已经不完全了。那个人还活着，我当然活着。我看到他的脸在扭曲，但是叫不出来，他全身只是皮包骨头，但是手却是肉肉的。那只手，我用自己的手吧，那只手仿佛被钉在了墙上，灰黄色的。掺着一丝血丝，这时他突然转过来，
方向笑了一下。人生结束了，就做了一个小时。我人生，我要下播了。我什么时候才能讲完鬼故事之后，从34万降到40万呀？从34万降到29万，有可能就是太吓人了，把人都吓跑了。以后不要叫我讲鬼故事，还有我卡后，是你叫我讲的鬼故事，他好像都没在听。我上榜了。浏览浏览。为什么讲鬼故事会上榜？可以，我今晚还播的。还是那个小伙子，你的船票掉了。我在算多少小时之后接，我没算出来，有没有兄弟提示一下？我晚上10点直播，现在是凌晨2点，那是多少小时之后接？我卡住了，我在这卡了半分钟没算，硬是没算出来。哦对，22减2，20小时之后接，20小时之后。